Thank you.
两颗还在冲啊，是带两颗是吧？对，我看到。哦，这都是一样。到这个地的那个都有。面积多大？这三个面积多大？它一根。你说那个电压等压的那一个的 OSD 还有？定高音的 OSD 搞够，它会飘啊，它会控。应该有吧？我这里是有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它这个电脑会不会显示啊。对，你没有去练习是吧？没有，定高它是本来是定高，定高跟你搞动没有关系啊。它本身就定高。PES 它不会触发定位啊，不会触发电压。你看啊，它不会搞动，它只是会被风带走而已啊。但是一个方向它是定高啊。它原本定高是跟电瓶一样高的，所以你在室内的，就你就把它当做小就 OK 啊。你知道现在算小